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WinWins 的成员丸子。我们今天呢，想要来开箱的是这个噔噔，这个牌子的这个系列是什么？那好像是幽灵系列，鬼屋的。然后它的是转蛋，然后它这是一颗是200单的。然后打开来的话，它是像这样。就是幽灵的，可是他的房子刚看了一下，好像是可以叠起来的，就是会像这样叠起来，然后好像也可以叠到三层，要看叠多高都可以，这样还不错。那我们就直接来开箱咯。它总共就是有这五款，然后五款的话，它的蛋壳都会有不一样的颜色，方形的。这款的建筑物是像这样，这款好像是刚刚有房子的那一个款式，就是有屋檐的。然后这个款式是，就是像这样一个洞，然后颜色是不一样的颜色，因为它有两色。一个深一个浅的，然后它的是一个建筑物是这样，然后小幽灵挺可爱的，好可爱的小幽灵，跟万圣节的情境很搭，像这样。然后跟它同款的颜色是同款型，但是不同颜色的，它的幽灵长这样，不同颜色的幽灵。好可爱哦，转蛋有时候真的是很多很疗愈的商品。这屋檐呢也可以这样装在这个上面，然后你也可以叠两层，像这样三个，这样叠起来蛮高的。然后你也可以买两套，然后就会有颜色相近的这样去叠，然后这个就住进里面，然后这个也是。也有附赠这一个幽灵，小幽灵，还可以在这里。这样，哦，好应景哦，就是万圣节的感觉，去叠的。就两个是比较大的颜色，然后幽灵也可以住在里面。这样，是这个拱门，对不对？然后还有。这个是什么？我等下研究一下吧，是什么？然后它有一只小黑猫哎，这只小黑猫貌似很可爱耶，很像场景当中的这种感觉氛围，就像这样。然后叠起来会像这样，我觉得还不错哎，这套转蛋，那就今天就分享给各位。这是一个场景片，就是它可能，万圣节嘛，就是不外乎就是你可能可以帮家里的一些小动物做一些装扮，然后就会混入一些幽灵，然后一些小小转蛋的猫啊、狗啊的都可以全部都搭在一起。那我们今天的开箱分享就到这喽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